我每次不会料到我下一关能晋级到什么地步，但是我希望这一次我带来的东西是跟我上一首歌是不一样的风格。我问你你想哪一首，然后你说 seed 和，我说我想的也是这首。好像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我觉得 seed 和会要来的巧一点，民族的元素会少着一点。我是每一首歌想切换一下风格，互换的，不想是两个风格是放在一起。挺好的，其实今天这个布啊，我说他的表现，你的表现也挺好。然后我想更年轻化，更流行，嗯，或者是偏我不会触及的一些角落，让大家知道邓劲超不是那种只会写一种风格的唱作人。他不光是一种风格能写，而且其他的风格他也能唱。我想大家能多看到我就在音乐上面一些不同的方向或者是不同的面。